啱啱荣升做陈太嘅连诗雅仲喺休假当中，佢连日来不停发文感激身边嘅亲朋好友，更加喺4月29日凌晨上载短片。原来工作在身嘅周柏豪喺当日送上惊喜，令到 Sugar 喜极而泣。自模特儿公司出道就即刻相识，经常孖住工作嘅连诗雅周柏豪可以讲话系有住革命情感。Sugar 发文表示真系好感动有你呢位阿哥，但被周柏豪发现 Sugar 打错字，留言取笑出嫁，出家系另一样嘢啊。